准了，喷进去，对着对准那个洞嘛。看准那个洞就可以了。上面看准了，放进去。那就可以了是吧？啊，这个也是可以扭的，可能也有松了。那个没。开始。开始。里面已经放液晶屏了，这个锁好。然后电源打开，总电源打开。这个时间已经。给气，给多少呢？这个设定三十六，现在是。三十六。啊，温度三十六。然后这个。气压上升到五公斤，五公斤的话，可以在这里先设定，后面，后面这里先调好五公斤，调好五公斤，然后，到了五公斤之后，那就把这个进气的那个，到了五公斤的时候，就把这个关掉。现在已经五了吗？还没到。快点，现在四。到了五公斤之后，就把这个给。When it goes to 5, you turn this off manually. Yeah, right. That's important. Yes. Otherwise, you keep smelling the air. 可以了。关了。关完之后时间到了。时间到了，自动换气。现在还差2分钟。差2分钟。然后。这边还有一个手动的。那个是手动的，手动的放气，现在是关着的。如果一打开，打出来就放气。